最终合牌一张七 ，Luda 拿到 Showdown Value， 但是牌面四张草花 ，Jeremy 开偷了。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龙凤德州，咱们继续来看周二的 Hustler 精彩集锦。先来看本期视频的第一手牌 ，Nick 老板 K 圈红桃加注到了300 ，Dave 老爷子口袋七、口袋三全部跟下来。私人池翻牌90勾的连张，两张梅花，尼克老板拿到了一条天顺。这前卫过牌呗，干嘛要打呀？太心急了，尼克不应该这么心急的。转牌我觉得他有很多机会可以拿价值。继续来往下看，番前是 Luda 的加注，圈勾红桃 A10， 还有一手 A8， 两个跟注，三人池。后卫带翻牌拿到了 Nuts。哎，这天童花还挺多，今天晚上花和顺啊真是太多了。翻牌直接打 Dive， 打的同样有点太着急啊，又是一手天童花，同样没拿到任何的支付，关键还得亮牌，多恶心。接着往下看，这手牌翻前好像没有加注啊，哼，多人池。翻牌勾四五两张红桃，给到 Nick 双头顺的听牌 ，Jeremy 拿到顶对打了300 ，Luda 中五跟注，三对中四好像已经 fold 掉了，转牌一张 Ace， Nick 老板，运气不错啊，再次拿到了顺子，不过没人下注。这一枪开出来估计又结束了。Nick has the nuts。1500 ，Nick 打出一个超池 ，Jeremy 的顶对，转牌就不是顶对了。好，剩下 Luda 这一对五，能做的事有限。问了问 Nick 后手的筹码量，别干傻事啊。看起来 Luda 这手牌并不想放弃啊，摊上做了 check raise， 两张红桃不是没有可能。Nick 这边反手一个跟注啊，如果是再加注应该也结束了，跟注，合牌一张老 K， 想去演一手圈十，太勉强了。完了，哎呀 ，Luda 直接推出了 all-in， 直接给 Nick 老大送上了一个 double。继续来看这手牌 ，Big John A 勾黑桃加注到300，一二三四五个跟注 ，Luda 在优势位啊拿到一手 A8。翻牌 K27 Jeremy 拿到一手同花听牌，一个有 K 的都没有，老 Mike 只有一对七，但他还是决定打上一枪，一对七啊玩成了一对 K， Jeremy 买花继续跟住，转牌黑桃三，一张无伤大雅的牌，但是 Jeremy 却拿到了摊牌价值 Showdown Value。老爷子这边进攻还在继续啊，老爷子的判断可能还是准的，他不太想 Jeremy 继续去买花了。3000的婆打了2600出来啊，足够劝退了。没想到这2600还是没能奏效，最终合牌那张梅花 Ace 还是掉了出来。今天晚上的花顺，这中牌率是真是高的离谱啊！看到第三张草花，老麦克应该没想法了吧 ？Jeremy，
有摊牌价值，老爷子还是决定要打吗？完了呀，那这打多少肯定是要亏多少了。 Jeremy 等的就是这一枪啊。 Jeremy 现在挺喜欢啊，拿着好牌在河牌去做 check raise。River the nuts, nearing the conclusion of this round of the stand-up game. There's the raise. Jeremy 推出了10,000，游戏结束。咱们接着往下看，番前卡到位的，Jeremy 并没有加注啊，又是多人池了，7人池。1,2,3,4，哎，6个吗？翻牌2张8。Jeremy 拿到了 trip， 在后尾并没有下注，转牌1张6发出来，给 Luda 发了一个双头顺挺牌， Luda 打了200， Jeremy 直接加注啊。这今天晚上中顺的概率这么高，合牌来个顺子桥，学了。哎呦， Luda 先手过牌，又是一条大顺子在这钓鱼啊。 Jeremy 打了1000， Luda 怎么说？这个加注以我对 Luda 的了解啊，至少3000起，看着呢，是吧？4000还是5000？ 4800，漂亮， so lucky。 最终底池被锁定在11,000啊，转牌好像才500多吧。继续来往下看，还是这两个老冤家的对决。 Jeremy 的三败被 Luda 推了回来， Luda 太喜欢在后卫啊去搞 Jeremy 了。来看这手单挑，3,5,10,2张梅花，好像谁也没中牌，但是他们两个对上对方不会太容易放弃的。Luda 打了1600， Jeremy A 圈继续跟住，根本就不想走。来张 A， 来张圈都没有啊，一张草花，牌面3张草花， Jeremy 过。Luda 在想了，什么牌啊？400入池，能跟得动400？手里有对子。最终合牌1张7， Luda 拿到 showdown value， 但是牌面4张草花， Jeremy 开偷了。 Okay, Bugs, I don't want it. I'll just take my medicine with the fucking 7. He's considering making the call here. Luda 在抱怨自己手里的这张七，殊不知是这张七帮了他。It's because you bluffed me off Kevin earlier. Oh my. 这手牌 Jeremy 打的没问题啊，只因对手是 Luda， 或者说应该说 Luda 的对手是 Jeremy， 他才跟住啊。一赢牌，马上这牛就吹上了。好的，朋友们，来看今晚直播的最后一手牌，单挑。翻牌2,4,8两张方片，同花撞同花，挺牌撞挺牌。好，转牌别掉方块会更好看。Mike 先打了800， Dave 这边只是一个平 call， 转牌一张 Ace， Dave 拿到顶对，行了，这手牌是不可能打掉大夫了。老爷子的第二枪，2000，随意丢出2000，压迫力十足。但是大夫又是一个秒扣，同样告诉麦克自己有牌，最终合牌是一张红桃勾，摊牌价值拿到了。而老麦克还要开第三枪，这是判断自己落后吗？合牌麦克打了4500。大夫挠了挠头，啥牌啊，连开三枪啊。4000，完了，大夫这边应该是要跟注了。哦，甚至是个加注啊。得，
数了半天又推了回去，应该是跟住吧，这牌如果加注被推回来那是相当难受啊。好的朋友们，这期视频呢就到这里了，咱们下期见吧，周三的超高额再见，不对，今天就是周三啊，应该说等下见。 67% of hands before his exit. Chris at 61, Jeremy at 59. Chris by far the most aggressive player at the table, raising 33% of the time pre-flop. But Dr. H and Nick were the biggest winners, both up about 30K. Mike X lost 31. Big John and Sandor down as well. Chris just barely makes a profit. I'm Charlie Wilmoth. Thanks for being with me tonight on Hustler Casino Live.